的吗？今天我们来看这只奇趣蛋，哇，它难这么多，哈哈，今天我们要拆过瘾，好不好？先把它倒出来一些。哇，看过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哪个颜色呀？评论区告诉姐姐哦，下次姐姐就先拆哪个颜色，拆你们喜欢的颜色。哇塞，看看重点。哇，看看上面都有谁呀、啊？这是小兔子乔治，那这个是乔治，那个是猪爸爸，小猫坎迪，佩奇小猪佩奇，小狗丹尼，还有谁呀、啊？这是斑马佩德罗，是不是他？是不是？告诉我他是谁？好了，拆吧，咱们先拆哪个呢？先拆这个乔治，好不好？看看这个黄色的小乔治里面有什么好宝贝。哇，拆奇趣蛋的时候好开心啊！拆拆拆，哎，黄颜色的真漂亮。哇，里面有一个绿色的小哨子，绿色的小哨子。哇，有一个小贴画，小狐狸贴画，还有一个罗汉果味糖。我们把它打开，把这个糖吃了。这个小贴画，贴上，它可爱吗？贴这里吧。再拆一个这个小狗丹尼的，哇。粉色的，哇，这里面的小贴画是这样的，叮当猫，哇塞的，还有一个小红戒指，看看，哇，你们有这样的小戒指吗？这里面还有一个蜜恋琵琶味，这个是蜜恋琵琶味的糖，把它打开吃掉。这叮当猫也好看，看，贴在这里哦。再来一个蓝色的，这个小猪佩奇。哇，里面有一个小花的戒指，看看，哇，戴上，哇，这里面是金银花味的糖，哇，这个贴纸好看，白雪公主，哇，我要把这白雪公主贴上哦，好，把这糖果吃掉，好看吗？小朋友们，喜欢的记得点关注哟，下期节目见。